防空战力，日本政府传出拟新造两艘神盾舰。李克强河南考察时，半空突然传出凄厉喊冤声。密西根州一个县书记官意识到计票结果明显不正确后，正在重新统计选票。英国武汉肺炎创下5月以来最高单日死亡数，英格兰封城4周。